咁啊，我哋咧將會咧有呢一首嘅選段啦，咁啊就係嚟自咧咁啊呢一首嘅《鳳舞咧就叫做白龍關》啊，咁啊其實咁咧講述咧就係白龍太子啦，咁啊以及咧就係呢個金庸將軍啦，咁啊佢哋嗰啲咧就係情義兩難嘅一個故事。咁啊，今次咧我哋表演嘅咧就係下卷呢個節子戲啊，咁啊下卷咧就係講述咧呢個金庸啊，咁啊究竟就係喺呢個忠義啦同埋情義當中嘅一個抉擇啊。咁啊將會咧就係由陳澤瑤老師咧以及就係胡子文老師為我哋帶嚟呢一個《白龍關》下卷嘅節子戲啊，我哋掌聲邀請佢哋。
神威，冲冲阵啊！不如作庄园关羽，走。
把身子破满的泪子，头上的泪子啊，放手放手把梦话，人生一个人的恩情温度，一错错恨你，总是梦里是今朝，错了错泪出现，但是我不用痛苦。更定非用头后我的呀you
Thank you.
话你见得那人，今生中国恨你个公正乱杀人。情意难，哈！
首先多謝陳澤賢，我們先問老師，我們帶來八龍關下卷的設置器。